只要你能守住我们攻击，我进去任何一颗球，我就放你们走。不要再对他好，也不用再去管他，他有自己该过的生活，因为你永远不会是他的家人。你救那只鸟的时候有经过他同意吗？所以我想救你脱离这种危险，应该也不用经过你同意了。三立都会台每周六晚上9点，下一站幸福。